第九题，如右图，悬吊式等臂天平骑马上的横梁共分为100小格，每一刻度代表 0.1 公克。若物体置于左盘，右盘有砝码50公克一个，10公克一个，骑马的位置在第23和第24个刻度间，指针恰达平衡，则该物体的质量应计为多少公克？那我们看到我有一个50公克，还有一个10公克，所以加起来是60公克。那我们的天平的一个刻度呢，骑马刻度是 0.1 公克，那我们有第23个到24个刻度之间，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是 2.35 公克，所以加起来60加上 2.35 就是 62.35 公克。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，则该物体的质量应计为多少公克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62.35。